你先拿去，这个再拿去，这个、再拿去 ，OK， 完成。我这个铲子现在只这种大工程，当然是需要铲子的咯，那个冚家铲啊嘛。冚家铲是谁啊？铁铲。走走。走什么？你不是叫我开工吗？刚才走走走走，你来你来你来。我突然间想了一个方法。实吗？过来啦。哎，我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好像很少东西这样子。现在哦，你先。哦，那个铲子，哎，厨子，你走去哪里哦？你走回进去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生快生在哪里？你记得吗？当然记得咯。是你是吗？随便走啦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啦。来啦，这里啦，我就相信应该在这里。随便走，我看谁先找到咯。OK 啊。那总可以的吧？相信，我一定先找到了。你看到吗？哎呀，哪里？神，无神好吗？哪里啦？我站在这里啦，你自己看我的名字。看不到你名字啦，哪里啦？在图书馆那边哦。图书馆在哪里？还有，我下来找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走。刚才早知道给你打赌5000块哦，5000块可不？你要干什么呢？你要做工了，准备了。做工了，你把它盖起来是怎么一回事？等一下。哦，我想想哦，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，磁石吗？这个东西叫做？你想要做什么一回事？打！打！你一直打。然后呢？然后它会一次出来，你是打它就可以了。那拿它的骨头嘛，拿来做什么事情？对，就拿它的东西，你还真聪明。你看我站在那里是在好像狗这样子，还是不来意思？对啊，我先把下面打掉，这样的话可以吸到东西，应该可以的吧？观众这样子可以对不对？哇，你的那个 OK 可以的，打得到吗？打不到，还没走过来。哦，可以。那东西不会不见了吗？不会，拿得到吗？拿不到，拿到。OK， 就这样。What？ 这什么呢？拿这种东西就交给你了。怎么交给我？我先走了，拜拜。稿子给我，把它弄大一点。你有稿子断去啦，刚才我都跟你讲了。你有木材吗？嗯？木材呀、yeah ？你干嘛呢？你打好，我做下东西。要几根哦？现在？看你要多少个弓箭就打多少个哦。可以做羽毛了吗？骨头？哎呦，我看到弓箭了。对啊，好一点，这个就叫刷大出来。刷？对啊，就刷神怪砖，懂吗？刷神怪砖。嗯。一定要发神怪。对，那个就叫神怪砖，然后它在暗的地方的时候，它就会神怪。我想把它扩大，你保护我一下哦 ，OK 吗 ？OK。OK 啊。嗯。打！哎，你很过分哎你。讨厌你耶。走掉了。走掉个屁呀、啊、喂！你慢慢。啊，算了，我不弄了啦，就这样子去打了啦。好啦，你干了，你赢了。打。你要扩大是怎么扩大法？就是两格了。你可以四格吗？还一只。你可以四格吗 ？OK。唉。先盖好了。哎，这怎么你突然间聪明气的呢？干嘛？先盖好才来放它出来啦，孩子。等我啦。我现在干嘛呢？你不会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事情？我要先把这边先扩大，这样的话声应该会声比较多。不会啦，走的地方更大哎、欸，不会吗？那走去那边等一下。不会。会啦，走去那边等一下。他不会走过来，你怎么打他呢？问题是。我想想。哇，这东西怎么不会说？喂，等一下，打他，好痛。跟他们在打我干嘛？就是打你，不打我。欸、观众。这边弄大会比较好，还是弄小会比较好啊？
嘟嘟嘟嘟嘟嘟，我去图书馆看书一下子哦，可能是维科百科啊，就是一些日本的杂志啊。我在看你们留言啊，箱子挖掉哦，好啊。什么动漫的书也是不错哦。去啊！书不是可以拿来烧了吗？你干嘛要烧？书是什么用途的呢？书其实我讲真的没什么用，你信不信？暂时不要信你先哦。你在干嘛呢？现在？嗯？你站在这边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是祈祷吗？打算？我在想。你就一直祈，喂，什么东西打我？你打我干嘛？你去拿水桶，拿水过来给我，好不好？在箱子里面吗？啊？水桶？对啊，在箱子里面，在箱子里面。容易的事情啊。好好好，容易，快去。水桶一桶而已吗？Hello， 水桶就拿一个桶，然后放水就可以了、啊。就一桶而已吗？一桶就够，一桶就够了。哎，水大还是小啦？有没有到底？哎，一样、哦、一样就算。哎，干嘛？从哪里？没事，没事，等。你说你自己来了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来会迷路哦。我是水，好吗？你确定？无脉好吗？无脉。确定。那总有一天要走出去的、啊，现在迷路一下子就了啦。我走到哪里去了？惨了！什么地方、啊？你 OK 吗？没有肉了吗？惨了，惨了。腐肉可以吃的吗？腐肉不能吃。腐肉可以吃。你 OK 吗？等下啦，我再吃饱先。吃饱了好上路吗？从楼梯上去啊！你走哪里 ？Excuse me， 我现在找着路上去喽。我看到你了。你哪里？现在我们要干嘛？这是问题是。我自己回去拿了。我没有想要。你怎么了？是我没有那个心想要上去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了？你可以跟我说你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你来了。说好的很幸福的。是喽，这什么地方？怎么去图书馆呢？怎么去图书馆？是吧？大哥来了。哎，走错路了。来了。所以说你要拿水下来吧。可以啊，我拿水，但是我看到你的水瓶了。早就应该就是你去拿的了，你看你害我迷路了，都是你害的。你又迷路了，从哪里来的？你可以放一个牌嘛 ，Hello， 收了你啦，收什么牌啦？我考你哟，考啊妹啊，告示牌什么之类的，告诉我怎么走啦。我等你，走出来了，走出来了，你站住别动，等我好不好？走去哪里了？你走在箱子那边吗？哦，对，我在箱子这里，我在拿水。哎，有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丢进去喽，篱笆、铁门，妈耶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些吃屎没有用了吧？好啦，走啦。火把是怎么做的哦？走啦！等下你又迷路了，你再不过来。你没有拿木柴下来、哦，我刚才木棍，你应该没有拿挖木棍吗？你在哪哦？进来了。我的剑要断了啦，做堆子先啦，有点紧张。等你呀、啊。铁都不够了，铁少多了吗？怎么不见得完了？现在箱子里面吧。嗯，是的。铁是这么缺氧吗？当然 OK 哦。来了啦，差不多了啦，不要紧张啦你。我没有紧张，我在等你呀、啊、安。OK。嗯。OK。嗯哼。好啦。嗯哼。现在我干嘛呢？来啊，走啊。
没有肉了，你面包吗？面包在箱子里面吗？没有拿、欸。你去拿。没有空。哎呀。What the hell？ 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哪里啦？图书馆。哎呦。图书馆，图书馆这里，图书馆这里。你还买个哩？哎呀，对不起啦。就叫你放那个牌了。挖个洞，试着挖个洞，我看看哦。如果你这周围一定要放那个石头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随便都可以吗？这个是磁石吗？我等你来我这边挖就好了，节省时间哦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你挖什么就先去挖。哎呦，那个寒假蚕没有带出来吗？有啊，很好。这样吗？还是一定要用手挖的，用喊不卡铲不能的。你可以用手挖，你喊不卡铲也可以啊。是没有看到出来的、啊，用喊不卡铲挖。这样吗？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对吗？那有的真的是有。骗你有钱啊？这样。先把这样子盖出来先。然后现在才来挖喽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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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啊！你干嘛？你没有声音去了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你听不到我声吗？有啊！你看，哎，等下，等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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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？都没有了，有什么好用手的几率会比较多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因为手的几率应该比较多吧？哎、欸，但是我水都不见掉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奇怪哦 ，Why？ 你这什么？你水喝完了吗？你？从高处放。回家吧，你应该带四桶来的，怎么可以带足够的呢，孩子？我又怎么了，孩子？我觉得要把这边封起来。哎、欸，有点卡、欸，哎、欸，有点卡、欸，为什么突然间变这样子的？什么卡 ？OK， 我出去一下子哦，问题了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别吓我好不好？没事、啊，没有位了，我的电脑。你电脑怎么了？电脑不是刚买的吗？没有位了，很小。难怪它会卡啦。哇，爆满了吗？哦，有有有有。怎么一回事哦？怎么？谁在打我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帮你打电话。呢呢呢呢呢呢呢。好，对不起，不是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这个删掉。嗯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吗？我弄对了吧？对吗？我试试看。有有有有有有有流出来了，流出来了，有有有有有，我做对了，我做对了，耶、yeah! ！不要紧张，我在外面洗着我的，洗一下我的日本片先，电脑一点没有微。不要叫你录那么多，电脑空间太少，变垃圾太多，几十年前的影片可以开始，就要回归大自然了。你知道吗？删掉吧，我每次做完一个影片就删了，你懂吗？我电脑控制没那么多。我那可能像你呢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！
那个电脑现在多少个位置？应该够了吧？Hello， 哎，但是还会站那边哎。你不要跟我讲话，小子。怎么这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他们会在那边，在那里就是一个大失误。抱歉啊，我进来一下啊，我把东西搞好一下啊，你不要打我哈、啊，乖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有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是自言自语吗？没有啊，在跟观众讲话啊。你会跟你的观众讲话吗？稀奇哦。对呀、啊。还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会呀、啊，会呀、啊，我会呀、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把那边，等一下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还要再搞一点。搞一点太迟了、啊，岁数已经过了，孩子。啊，但是他们会跑去那一边啊？怎么那么久、哦？你在闪什么东西哟、哦？等一下，我要。OK。Hello。行了啦。你现在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现在找什么骨头吗？是找？你看我拿了那么多的。你笑、哦。OK。然后进去。一二。OK， 我回来了，孩子。这里是什么事情呢？你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来这里，然后你看到他有他的脚，所以打他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现在想要，我现在是想要再进去里面把那个墙壁堵好，保护我一下，可以吗？谢谢。你要干什么东西呢？你哇，这么多只！打门，快打门！你先打，你先打。打一下啊，拜托啊，谢谢啊，阿里嘎多啊，有你真好。好啊，跑先了我。要跑欸。你在干嘛？现在你做水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水，水的用途是在于哪里？就是滋润它。对。我想再试试看。水有水的用途的，等一下，这边要堵起来。那是什么？这应该可以吧，观众。不可以啊！为什么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太丑了。这是建什么东西？在瀑布在里面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样他们好像又不能吃哦，好烦哦！为什么要设计这种东西啊？谁设计哦？不懂哦。哎，可以，他们可以设。哎，打他，下去了。哇！What? 好痛。OK， 可以了。然后呢？还不是一样吗？然后就等他下来，然后就打他门，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些东西了。这东西来干嘛？来拿这么多吗？哦，对啊。饥饿。应该可以吧？Hello， 游过来。怎么游过来？这么大，怎么可能会游过来？哦，好痛！射你啊，从那边。哦，有耶，打！这是哪门子的？你要东西会遗留下来有没有？有吗？有啊。这是谁设计的哦？这是谁教的？以前就会了，以前有人教的。这么变态的吗？是谁的？应该是无脉吧。我从这里挖一个洞过去，给他前后包抄了。
这个门谁放在这里的？给他回家啦，对不对？给他回家。应该有办法吧？放多一点水，我要去拿水。那老吴，你先去倒，去找一点水。这青色风水放在这里是怎么一回事？Hello， 出来吗你？有人说两个宫可以合成一个宫，耐久比较高。那个卖？两个宫合成一个宫，耐久比较高。耐久是什么东西？耐久度。耐久。对。你想要进去，想要干嘛？倒更多水。他要死，他要死就给他死哦！你要同情他吗？你说那个怪物箱里面那只要死吗？没有，怪物箱里面那个会死的。那你想要干嘛？这样吗？观众，再问观众到底是要怎样弄？这样吗？哎，你不要上来，不要上来！对，我在处理东西，不要吵。这样吗？回图书馆看书好了。好啦，我弄好了，交给你了。你搞慢哦。我弄好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交给你啦。那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呢？这个嘛，不要问我，你要问那个神怪将。等他咯，你可以等多多了才来打了吗？可以啊，你就坐在这边 FK， 然后三分钟去吃东西，什么回来再打也可以啊。这么变态吗？对啊，我们现在三分钟也是要关台啦、啊。No！ 你的延迟好吗？延迟不知道几个小时。延迟两个小时。不行啦，延迟两个小时。我们放住，然后下一集回来的时候就打了可以了。下一集回来这边兵马俑了这些。你就什么开住有没有？然后你把它卡住，然后你开住，然后你这边 FK 一个小时中一个很多字。不用了，如果是我的话是不会做出这样奸诈的事情了，好吗？东西太奸诈了。不是吗？对呀、啊。那要怎样？是我的话，你要问我吗？嗯。不要问我了，我害羞回答你。讲啊。不要了，我怕我想出来等下吓死你。讲啊。唉，不要了。不要讲啊。讲。不要讲啊。讲。别出来。讲啊。不想讲啊。讲。出来啦，出来啦。讲啦。不讲啦，不讲啦。讲啦。到你啦。讲嘞。到你了，我去挖泥土了。讲呢？烦了。讲呢？那我直接挖过去啊。好嘞。哒哒哒。对，够了吗？我要拿多少只呢？我看你啊，我是觉得是打不过的啊，看你啊。不知道啊，交给你了这种事情。嗯哼，交给我干嘛？交给你来想啊，现在够不够啊？不要，我不懂。我之前是准备了不知道几组那一种，一直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。是吗？嗯，现在我们也是准备几组吧。现在我们几组的问题是，你自己看，我全部丢给你了。那里有哦，38个骨头吗？不是啦，剑啊，剑64。如果以那只壁虎的寿命跟它的样貌来看的话呢，嗯，你的话应该要2000多只才可以射死它。去你的！你的话不能啊，
你以后应该要两千多只，是、啊，这样我们下一集才来杀好了，先留着它吧。然后你就放在这边挂着 FK 啊，然后就会很多只下来了。不会吧？会啦，骗你有钱拿哦。十只就卡住了，还会再生的吗？没有理由了吗？十只卡住了还有了吗？你是卡住了吗？是什么现在？嗯，没有啊，在那边挂着啊。挂着到天亮吗？对啊，挂着到天亮啊。你server你开的话，我可以在那边挂着，我没问题的啊。你神来的你，电费你交我就耶。可那么多，你每天在那边。好啦，十点啦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讲拜拜？回去睡，保丢东西先哦。你关台啊，你的台耶。你就。你当然是要人家关了、哦。今天直播就先差不多到此了，很抱歉没有，等下我掉下来，很抱歉没有打到笼子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东西没准备好。所以说我们下一集要打笼吗？大哥，你带刀，带刀，这里，好吧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是这里吗？这里，随便啦、啊，一样的啦，走得出去的啦。啊，然后今天就差不多就先到此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我们下个星期，下个星期要不要？还是下个星期你自己决定。到时才看心情哦。走开了这只，走开！你看现在都有了，谁做的是个什么箱啊？我先。好啊，你就一个一个去打，我就看你自己打了多少啊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你去打，去打，你去打，收工啦，收工啦，去打，好啦，我们今天先收工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一集就、我们就下个星期或下个星期再见啦，对，然后你不要问我几时会跟老吴玩，全部都去问老吴，一切都是由他做主，因为我就算叫他跟陪我玩，他也是死都不陪我玩，他就是这种人。怎么可能呢 ？The Forest， 你要不要陪我玩？你要做两千多组的剑仙啊！你看嘛！嘿嘿嘿！哎呦，你到底几只要陪我玩啊？拜拜！更下次见喽！算了，下次我们再聊喽。好嘞，拜拜。